下一首歌啊，下一首歌就下一首歌我在看不啦，下一首歌那就唱 Medusa 好了啦。我现在有反吗？没有反，上一首歌试试看，试试看是不是？可是下面这首歌是慢歌哎，慢歌啊，等一下真的会笑出来。那我换回来，换回来。哈哈，太难过了。所以你要戴备用 ，OK， 备用眼睛。现在狗哥，等一下，我们今天就是打算就是要慢慢来，慢慢做了哦。你们时间也不赶嘛，那就慢慢弄。然后我们今天也有带我们的EP， 如果还没买的话，等下没买就走不出去了。我们今天门就只有一个，所以我们决定就是买一个人才出去这样子，试EP出场 ，OK， 这样。好快哦 ，OK。然后下一首歌 Never， 然后这首歌其实歌词在写的时候，那时候背后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歌写其实有很多故事。那今天可能不方便告诉大家，因为我想要李练在下次有机会亲自告诉大家。然后等下次发一支麦，对不对？李练你要这副眼镜吗？好，这首歌 Never 就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。Never 送给大家。Yeah.
谢谢。